半夜饿了喊女室友，看看她什么反应。姐，我饿了，滚！潜藏在人群中，然后失去进攻。洗洗，喂，不，我饿了。啊？你下午没吃饭啊？我下午光打游戏了，不饿。这半夜三更的，我肚子老是叫。完了，哎，行，你睡吧，我给你点外卖。你等会儿。啊？这大半夜的啥也没有了。哎，没事，随便吃点行了。我给你煮点面。哎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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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睡吧，你睡吧。你少来了，你来叫我不就是为了让我帮你解决这一顿吗？不解的眼神，心像海地震，光是猜测我是愚不真，有点烦人，又有点迷人。哎呀呀，哎呦，还加鸡蛋了？这叫什么面？这叫只想再见你一面。因为你爱上整个夏末，我开始迷上你，暖暖就我。